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被控勾結外國勢力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黎智英由荔枝角收押所押送到法院，控罪話黎智英涉嫌在7月1日到12月1日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組織對本港或內地實施制裁、封鎖等行動，違反港區國安法第29條。他早前被控欺詐罪，法庭拒絕保釋。警方在昨日加控一項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是第一個被控有關罪名的人。